欢迎农民之家，趁着准备来临的农民节举办庆祝活动，会东嘛安排了表扬农民楷模的仪式，以及感谢长期帮助农民之家的团体，希望在这特殊的日子，可以感受到温暖。另外嘛，有神圣领袖关键一大把代表农民精神的梅花画作，为农民朋友献上上新鲜的祝贺。因为我八里山炮战，我有功劳啊！我伫金门，在金门站门在金门去。这个可爱呢！英明朋友在台湾的历史上有真特殊的意义，为了感谢因为台湾奉献人生，本人英明之家就趁着即将来到的英明节，办了一场表扬庆祝大会，希望在这特殊的日子，互因感觉温暖。哎，你都有受到表扬无？有啊！哇，啊，心内感觉安怎？现在感觉真欢喜啊！受之有愧了，比我好的也更多了。受之有愧啊！哦，这样子。比我好的也更多了。我都是钱，都是楷模。那心里开心吗？心情觉得怎么样？现在对，其中有真多，但是一来关怀这英明的社会团体，当日英明之家要颁奖奖杯，感谢因一直以来的付出，让英明朋友的生命更加丰富、加完整。长期以来，对我们农家，我们云林农家为了感念我们所有农民长辈们长期以来为国牺牲奉献，然后为我们国家的建设付出了心力。今天利用庆祝大会也表扬了我们有四位农民的楷模，然后也感谢长期以来对我们农家支持的所有的社福团体。当时有真多感念英明付出的个人前来参与盛会，也有一位神圣人士关进一大把由 CBN 老师创作的梅花作品，象征英明坚持到底的精神。这版画作后续也会放在英明之家一楼大厅做展示。农民呢为国家为民主的奉献呢，让我有这个意念，而且在林主任跟钱大师的这个引荐之下，他们的引荐之下，来共同来分享这个想法。因为是在农家，所以我们希望说，这个农民他们就本着这种坚毅的精神，然后想。英明是一种新婚，也是一个公营的象征。透过温暖的庆祝大会，那在人心中留下特别的回忆，也度过快乐充实的一天。记者林奕华采访报道。